由嘉义市政府补助嘉义市西区福民社区发展协会办理112年度嘉义市金柑奖颁奖暨大基金血行宣誓活动，市长吴明辉亲自到场受证，和每一位努力志工、众世代志工，期待点亮社区之爱，跨越世代全力共享，福利化社区基金型计划，会当引导社区来开启合作更好的分享模式。112年度嘉义金剑奖颁奖暨大旗舰续航宣誓活动，历经在嘉义河庄、社庄、武强庙前盛大举行。嘉义市长米辉以及座位贵宾也拢亲自到场参与。市长米辉表示，市府团队长期陪伴社区发展协会成长，不断结合民间力量，努力拍拼，坚持创新甲传承，也期待号召更侪市民加入女力志工甲壮世代志工的行列，就此不断突破，提升公益服务能量，为社区居民带来幸福感。全龄共享世代宜居，就是要让世世代代好徛起，大大小小拢介意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我们永续的发展，这个就是一个永续。咱伫这个土地，疼痛台湾，疼痛咱家己，家己人大家大团结，家己真认真、真骨力、真拍拼，有咱的文化、咱的关怀、咱的力量会更加大。今天同时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女力志工啊，志工女力志工跟我们创世代志工大家的宣誓以及受证的典礼，我想我们女力哈，讲到嘉义女力是很强的啊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文明，因为教育，所以哈，伫这家大家人感谢我们各位勇士们大家的支持。会支持你家人，然后出来啊！不管你是男生女生，就是出来奉献。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这一股力量的强壮，这也就是嘉义未来的希望。正式成军的旗舰女力志工队，队名是旗舰女子力。基金计划为第一年的女力基础培力，到第二年训练，第三年的女力充权定课程，来鼓励女性社会参与的提升。你在受证典礼中，由该市长免费亲自受证，和每一位女力志工、壮世代志工现场热烈欢乐。新闻台民间七彩凤报道。亲爱的乡亲和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永妈市长黄敏惠。嘉义地区水情严峻，面对缺水危机，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节水。我们可以将泡澡改为淋浴，用擦车来代替洗车，洗手搓揉香皂的时候记得要先关水龙头哦。洗米洗菜的水还可以拿来浇花，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，节水省荷包哦。